父亲说：“祖国很伟大。”We will host our 16th Asian Games 2010. 没错，祖国有很多地方很现代化，但有些地方 还很落后，很传统，真的，有点像我现在的状况。我知道我有很多可以改善的地方，但我很迷茫，我找不到我的理想，我整个人都失去平衡了。主要是因为我父亲在我10岁的时候就离开我们母子，他遗弃了我们。他是前香港劲舞会的会长，又勇气连环杀手， 拿了最英勇市民奖，又击倒了空手道冠军，闻名中外。父亲叫祁龙，云从龙，风从虎，我的名字应该叫做祁云。我不明白，我为什么叫祁峰。 你们两个死魂球，快给我滚出来！哎，我……你为什么一直缠着他呢？你说啊，苏三呐，你就不要再逼他了，你一逼他，他就……你放心了，你儿子心里面有一个挚爱，绝对不会搞 gay 的，嗯？是吗？ 怎么总是见不到你谈恋爱，整天跟他搞在一起？我觉得大便。没办法啦，罗拉现在很红啊，又是超级名模，又是偶像歌手，没时间陪我喽。那你说他这个没时间有多久了？2年了。哎呦，儿子，你醒醒啊！啊，你又看武侠小说了？我记得你说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包裹要送啊。是啊，那你还不走？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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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 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啊，说句对不起就完了，起码要赔我医药费啊！赔钱？你？<笑>
打得还挺好看的，弯月腿，见过没有？弹腿呢？鬼仔无影手，鬼仔无影手，螳螂拳，左交手。 猴子秃头，猴子秃头，再秃头，再秃头，咏春拳，咏春掌，咏春。任意拳。嗯，敢问英雄是不是精舞会的？啊，会。我不是什么会的，我是社火鸟漫画社。你晚上做梦梦见你老爸，白天做梦又梦见你老爸，你真的那么想你老爸？ 世人都会想他老爸的，你不想你老爸吗？我也想啊，可怜老爸是谁都不知道，怎么想啊？啊！我干嘛呀？动手动脚的！我在帮他擦药酒嘛。整天摸他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学功夫。说什么？说什么？说什么呀？为什么不行啊？ 我爸爸以前明明是金屋体育会的会长，我生过他的儿子，却一点功夫都不会，说出去都觉得丢人。再说了，这次就是因为我不会功夫，所以才会被人欺负的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次。冷静点，冷静点。苏珊娜，我真的不明白，你为什么就这么讨厌功夫呢？因为学功夫会让人变穷，会让人发疯，会变得不切实际，会叫人抛妻弃子，叫人不负责任，知不知道啊？ 你老爸就是因为要学功夫，所以才会变心的。你现在也受了学功夫，你是不是想气死我？苏珊娜，苏珊娜，你怎么样？哎呀，一定是我老妈的老毛病犯了。要！我不要吃药啊！不要吃药，只要你肯乖乖的考上托福呢，进一间好的电脑学院，我呀不用吃药都会好的，是不知道。可是我学电脑的同时，我也可以。嗯，学电脑。 说，下雨天的时候，你竖起耳朵。假如你听到自己的心跳，那么你爱的人也正爱着你。我听到了。如果你闭上眼睛，唇边有一丝微笑，你爱的人。 便也在爱着你。我好想和你一起漫步在雨中，但是我只能写信。我好想和你聊一聊，可你又不肯听我的电话。苏珊娜，我真的好想你。
喂，我是Zola，我想见你。好啊。你约了齐峰，同时又约了郑富强，你这不是玩人吗？是老天在玩我。为什么我遇上的男人都为了我发狂？齐峰痴情，郑富强比他更痴。他有钱，高大英俊，自信，简直是超值100分。又是代表香港参加奥运会的夺金热门。只是他太好胜了，一点都输不起，甚至有点心理不平衡。我喜欢他，可又有点怕他。师兄，师兄，有鼠辈。拖鞋，开门呢。哦。其实呢，爱情人人都想要啊，我也想要啊，可我还有很多其他东西也想要的。如果所有我想要的东西都不会有冲突，那该有多好啊！我在跟你讲人，不是讲东西，小心摊子变平。摊，很好啊。摊呢，你要摊爱才会去爱，要摊钱才会去赚钱，要摊名才会去争取名利。摊呢，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力。你现在那么摊，开心吗？开心呢。喂，山顶的那个帝后豪庭好像已经盖好了，你猜有多少钱一平方啊？齐峰，你来了。嗨。喂，兄弟，你这样的服务态度不行的，你知不知道？见到客人呢，就一个问我要喝什么，我要啤酒，谢谢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负责拿啤酒的，我是这里的新领班。你说什么？听不清啊 ？I can speak English， 西班牙话也行啊。Mi amo David Lan。欧了。拉过来，拉过来。您贵姓啊？香港已经回归祖国了，我们应该说普通话。哪有人眼巴巴地看着人家的？对不起啊，好久没有看到你了。你好漂亮，比我梦见的还漂亮。我有麻烦呢。有什么事？没关系，天塌下来我也替你顶着。你说吧。真的很麻烦，你真的不怕？大不了一死嘛，我愿意为你去死。你告诉我吧，没关系。齐峰啊，你喜欢我这么久了，你有没有听说过我和富强的绯闻啊？我知道，那一定是记者瞎说的。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喜欢钱的女人。是真的。当初呢，其实我是有点喜欢他的，但他追我追得比你还紧啊。我去厕所要跟着，打电话又问打给谁，整天都怀疑我喜欢其他人。其实我一直以来只喜欢我一个人，他就是……哎呀，我一点自由都没有，真是受不了他。所以我告诉他，我一直都喜欢你。My new only is 什么？我还是讲普通话好了。啊，我的老板就是下一届代表香港参加奥运会空手道的金牌希望，郑富强公子。啊！
我不是不讲道理的。你是男人的话，就接受我的挑战。你打赢我，我就退出，将老卵让给你。你明白了吧 ？You know， 求学不是求分数，求爱不是求胜负。其实爱情是可以不要。瞎了！那就是因为你这样蛮不讲理，所以我才要和你分手的。你走啊！我真的爱你，我不会放弃你的。你呢？你要想想清楚。那就是说还会来烦我？没关系，我替你说清楚。等等，我还有话说。你呢？有没有说的？师兄，小心有蟑螂！洗手啊！知道了。干嘛这么看着我？没有啊，就觉得你是个好人嘛。戚风啊，你认识我这么久，这么多年，你都没有爱过其他人。我觉得爱一个人，就要爱一辈子。行了，你干脆死了算了。明知道人家在利用你，你还心甘情愿的，你心里不难受的？哎，懒得理你。喂，你在看什么啊？顾老板，顾老板，为什么无缘无故的不跟我们合作啊？啊？喂？去得罪那个郑富强呢？他老爸施展影响力，要所有的客户都取消我们的速递服务。我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速递公司就要倒闭了。你想不想保住你妈的速递公司？当然想，她是我妈一生的心血。如果是这样，你只有一个选择，就是接受我的挑战。求学不是求分数，求爱不是求胜负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Shut up！ 你只有一个选择，就是接受我的挑战。你到底讲不讲道理啊？你说什么？我师兄不讲道理的话，早就打你了。要么你妈什么都没有，要么就是你跟我打一场。想清楚。师兄小心啊，有黑影。哎，我你出事了，洗手了。拖鞋吗？拖鞋也没用啊，我袭警了。啊！哎呀，我以前都没有发现，原来香港有那么多武林高手呢。有什么？我要瞒着我老妈，到内地去找我老爸，跟他学习功夫。我看还是算了吧，我老爸说不定啊已经另结新欢，不要我母子了。
不是啊，你老爸好像定期写信给苏珊娜的。我妈说我爸一定是找二奶了，所以他把他的信都给丢了。那就简单了，有办法的，我们现在就去找。小声点儿，小心给苏珊娜听到。你们两个神神秘秘的，又在讲什么无聊的东西？你搞什么？你搞什么？你搞什么？搞什么？你搞什么？搞什么呀？你们两个大懒虫，还不快去倒垃圾？当心我扣你们的工钱！丢垃圾了，起来，偷懒。喂，这什么？我老爸的信呢？汪氏太极村，在哪里啊？喂，你回乡证到期了没有？我看看，好像还没吧。你儿子已经整整十年没有见过你了，希望见了你之后，你不会令他失望。喂，找谁呀？我想找劳尔。又是你？我要回广西找我爸了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他没空。还没空啊？是啊，连听个电话也没空啊。哎呀，他很忙。太极村有多远呢？没多远，一直走。没多远。对对对，一直走。没多远。谢谢啊。去吧。哇！喂，请问，喂。大叔，请问你太极村有多远呢？没多远，一直走。又没多远，没没多远了，完了，走了四个多钟头了，还说没多远，现在又说没多远。人家还以为我们是 gay 呢。Let's go。这里就是太极村啊，328号，终于找到了。医务室、输液室，到了，到了。好像没有人，要不要进去？刚才那个电脑是 Ferrari 的，居然跟我的一模一样。哎，你还别说，这个房间设计的还真挺后现代的。哎，你老爸很厉害的，整个房间都放满了二奶的照片，好像还有个三奶。哎，这里。丁玲，我婆婆又生病了，快点下来帮你打吊针。喂，劳驾。什么事啊？请问你啊，那个汪姨两姐妹去哪里了？在河边游泳。哦。时间不早了，分头找。她就是汪姨，她在干嘛？
笑道：“长头发，苹果脸，大眼睛，小嘴巴，四大标准全中。哇，我的梦中情人出现了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”彤彤，彤彤，嗯，咱们回浴室吧。我叫汪洋，我姐姐汪一是村长。你从哪里来的？香港。我们是来找祁龙叔叔学功夫的。祁龙在哪？他在山上道观中闭关。你找他是学功夫的吧？是啊。跟我学也可以啊。你？我知道你会太极拳，不过你教我还太嫩了点吧？你有20岁加那么一丁点吗？你知道不知道，齐师傅在练的太极功也是我教的。难道你就是汪氏太极的掌门人？没事了，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哎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香港漂不漂亮的？香港啊，香港当然漂亮了，东方之珠嘛。为什么他对着我就没话说，对着金陵就这么多话呢？山顶上望下去呢，特别的漂亮，哎，万家灯火啊，还有那个大厦有那个 disco lighting 的，很漂亮很漂亮的。disco 灯光哦。哇，你也懂英文的，好厉害啊。洋洋可厉害了，他到外国去学过英语，现在是我们村中的老师呢。这个送给你，你可以听的。我要练功的，要集中精神。真的吗？这个也送给我们啊？送给你。我也有。还有这个呢，我想。这个是谁送的？哦，他身材这么高大，肯定也喜欢高大身材的女孩喽。来，回来了。走了，去找祁龙。走，去哪里啊？远不远？路蛮远的，你们啊，还是跟我学吧。哇，没多远都要走4个钟头了，蛮远还不是要走4天？怪夫，反正他是祁龙叔叔的师傅，我们跟他学还不是一样的吗？是这个鞋吗？是啊。那身高、体重、血型呢？你要这干嘛？我要先分析您的体格，等往后才能更科学的监测着您今后的体能进步。你还挺现代化的嘛。太极的打坐功夫主要练的是怎样与大自然磁场感应，达至所谓天人合一的学问。现在你们试着开始用心去聆听四周的各种天籁，天籁就是大自然的声音，这是练习太极听境的入门功夫。难为你了，你要担起整个太极拳的发展。这是我的家训，而且我也觉得这是我的使命。哎，你还喜欢看外国片吗？当然啦，泰坦尼克号还有黑客帝国真的很好看。嗯，我也知道你从小就憧憬外面的世界，从小有环游世界的梦想。啊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赶时间回香港有一场表演，再见啊，拜拜。
你是不是觉得这些招式慢腾腾的不管用？是啊，啊不是，我只是觉得，就这么练一年的话，也打不过那个郑富强。你学功夫是为了和人打架？啊，当然不是了，他也是我的好朋友，我们只是切磋而已。我知道你是香港人，凡事都习惯了快节奏。其实太极拳有快有慢，刚学的时候慢，但这是锻炼身心合一的必经过程。我知道，我明白。不过，你现在还能教我一些实用点的招式吗？三不教第三条是什么？贪功激进、好高骛远者不教。你记得就好。人家是不是已经有男朋友了？我真是没用，真是对不起你，我好失败，我连约他的勇气都没有。原来是这样，那你真的太失败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来日方长嘛。是啊，我们在这里练功，也要练个三七五载的，迟早能培养出感情来的嘛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你这个人就这样。永远都只为自己着想。我妈妈一生的幸福，还有我妈妈的快递公司，还等着我回去挽救呢。来，别人要幸福了吗？哦，你们两个又喝酒又抽烟，犯练功大罪，我要告诉汪师傅去。你到底谁啊？汪汪也是你们的师兄。汪汪。小狗，别吓我！好，明天我早课推走，你就知道我的厉害。你以为你是小狗，我就怕了你了？告诉你，明天你可不要说我以大欺小。我才大，你们才是小。汪汪，我们回太极村了。哦，来了。连这么大的小屁孩都敢欺负我，天理何在呀？跟着我的力走，慢一点。怎么样啊，小伙子，
丢脸了吧？是怎么样？我来教你两招，假装被你打倒，让你出出风头吧。真的？好啊。可是你这么老，万一摔伤你怎么办？什么？嫌我老？整个村子都没人敢说我老，你说我老？来，说得也是啊。哎，真是的，来，老师得罪了。来啊！哎呀，你又打我！你骗我？骗你？我没骗你，只不过我练到了最高忘我境界，记不得自己说过些什么了。哼，当我摔你了。听我和你摔。嘿，连你这个小孩都敢欺负我，你以为我真的怕？要臭的小屁，哈哈喂，喂，魏亚峰，这么辛苦才到这里，你想清楚没有啊？像我这样的窝囊废，连一个小孩一个老头都打不过，还配练什么功夫？老婆婆没事吧？没事。你再想想清楚吗？放手！你耽误我找你行不行？我警告你啊，别拦着我！喂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年轻人，小心一点。哎，吉龙叔叔，你终于出现了。我萝卜呀，小时候整天在你家蹭饭吃的那个萝卜头啊。喂，阿凤，阿凤，你这么大老远来找我，没有话想对我说吗？怎么会没有？不过都是骂你的话，我不想说。我也不想多解释，就当是我不对吧。当然是你不对了，我妈有贫血病，你还打她？我为了这个家，做两班的士司机，足足挨了10年。付清房屋贷款，还开了这家苏珊娜速递公司，害我得了风湿症。我想回内地治病。而且也想继续我中国国术大全的理想，可苏珊娜她误会我，其他人不理解我都无所谓，可连我最爱的人都误会我，我真的感到好委屈。你妈她冤枉我，说我有了其他女人，我当时真的忍不住打了她一巴掌。总之是我不好，无论怎样我都不该打她的。也不能说全都是你的错，但是你为什么不跟我妈说清楚呢？事实上，我的理想也真是脱离实际的。我没有怪过你妈。我只知道你是个功夫迷，可是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理想。不好意思，我哦，怎么我这个时候想放屁的？
没事吧？没事，不好意思啊。你真的没事吧？好像真的不喜欢我。喂，峰峰啊，你那边怎么样啊？这边风景特别美，跟香港简直就是两个世界。我看不如你有时间的话也过来玩一玩。那我警告你啊，你要学功夫就正正经经的学，别像你老爸似的那么花心。对了，那个二奶怎么样的？很年轻啊，不过我觉得老爸好像是专心在学习太极拳，跟他没什么呀。是吗？那他住在哪里啊？住在山上。那以前呢？跟他同居。啊？我说苏三呐，其实我觉得呢，你反正是那名正言顺的老婆嘛，不如你自己过来看一下了。那没事了，就这样吧。怎么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没事。齐师傅又来进货呀。啊，是啊，随便看看啊，自己看啊。冰淇淋你要不要吃啊？啊，不要，太甜了。吃一个嘛。不喜欢吃，吃了胃不好。啊，走吧。哦，哎，你看帽子。好。哎，这个好不好看？好啊，来看看。怎么样？不好看，不好看，不好看。换一顶啊。还有没有别的样子？这里行吗？你看，行的，好看吗？妈，到底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什么也别说，我已经来到这里了。我看见你那死人胖老爸真的有别的女人。你听我说，你不是说笑，我真的见到了。你现在马上来车站，我立刻回香港啊。不是妈，你误会了。都说不是误会了，我亲眼看见的。苏三娜打来的，他说什么？啊？苏三娜来了，我要去找我老爸。你干什么？我们去找爸爸解释一下嘛。走啊！我现在就去。走了。苏三娜，苏三娜，别，不是，别再想了。苏三娜。快点走啊！开车了，开车了。
我真的忍不住了。谢谢你啊。我真的每天都写日记的，刚巧写满了，我才换了本新的。谁知又被我拿错了，那本旧的还放在家里。你不信的话，可以跟我回去看呢。你的家又不是我的家，我才不会跟你回去呢。为什么你总不肯相信我呢？我心里真的只有你一个人。是我自己亲眼看到的，你别再来骗我了。王姨她是我的师父啊。是啊，刚开始的时候也许是，不过时间长了就日久生情嘛，再接下去就难舍难分了。你我哎，皮师傅，这才是你想要的东西吧，我给你送来了。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这本就是旧的日记本了，你拿去看看。2004年，农历8月15，中秋节，晴，天清气朗，村民们热闹庆祝，我就更感到孤独。你还用这方法来骗我？让我来看吧，苏珊娜。我更加心痛的是，儿子也误解我，但是我绝对不怪他。武学家和艺术家一样，很难被人理解。一般的人理想只有一个字，钱。我的理想，谁能明白？我不奢望全世界的人都能够理解我，我只希望你一个人能够明白我的心，就足够了。苏珊娜，老婆，你怎么了？以我的功力，他应该会醒的，怎么到现在都没有反应呢？都老夫老妻了，还怕什么丑啊？来吧。这里有没有外人？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。老婆，你醒了。哎呀，真的被你吓死了，我还以为我们夫妻两个从此阴阳相隔了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你这个人呢，我说，哎，嫂子你醒了啊。谢谢。好了。妈，我还以为我前半生跟你过，后半辈子啊就只能跟我老爸两个大男人相依为命。你现在很想死吗？现在有老爸就不要老妈了。我两个都要，两个都要。小姐，对不起啊，误会你们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别在这捣乱了，出去吧，出去吧啊，慢慢吃啊，慢慢吃。胖子啊，嗯，我们俩多久没抱抱了？10年零28天。哎，不过你放心了，我这一抱就不会放手。
喂！你在搞什么鬼啊？没有了，我只想给你个 surprise 嘛。哎，功夫电脑化，有创意啊，儿子。你说儿子是电脑天才，以前我还不信呢。啊，原来是真的。他帮我把功夫笔记都做成电脑动画了，你看。哎，那可不可以卖钱啊？能不能卖钱倒是次要的，最要紧的是能达到我的理想。如果阿峰能够帮我将全国各派武学都做成动画，那我的中国武术大全就真的可以普及化了。那还是可以卖钱啊。可以的话就最好了。只是这么复杂的电脑工序，要是我一个人做的话，恐怕得做到200多岁。要想在老爸的有生之年完成他的理想，我还需要一大笔资金和一大批电脑美工的帮忙才行。你有没有搞错呀？乱扔垃圾太不讲环保了吧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按我时我捧履，你履我时我用己，你挤我时含胸腕，你按我时我用靠，丢左不丢右，顾盼里边求，中心撑得稳，定是器物求。进步蛮快的嘛。真的吗？好了，今天就练到这儿吧。哎，听洛布说你好像有对象了，在想他了吧？不愿说算了，反正这是你的私事。是，我心里面是一直喜欢一个香港的女孩子，她叫 Laura， 是我的初恋女朋友，但是现在你呢？你不是也要跟一个叫什么陈大方的人相亲吗？他是做什么的？嗯，关你什么事儿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像你这种女中豪杰，跟他配起来不正好是这个女才郎貌，天造地设的一对吗？我也希望你跟洛兰能够再续前缘啊。好了，不说了，回去了，明早还练功呢。到底是什么样子？肯定比我漂亮动人。这个陈大方到底能不能配得上阿姨呢？喂，齐峰，我是罗拉，我来太极村拍纤体广告了，我好想见你啊。该等
只知想跟你贴近，没有开心不开心，从来也不怨恨，愿意花光一生，未觉遗憾。世界太阔，这边的我天色已黄昏，你那世界不知入否富贵，半个过路人，随缘也只会继续行，看不开心也不关心，也放过这个人，每个过路人，随缘也总有半共行，只知一生也相信活着，我只是为着为着找到个想要想要想要。姐，你有什么委屈你跟我说嘛。事别否认了，谁都看得出来你喜欢齐峰，你跟他讲啊。傻孩子，大气妈让你讲，快去睡吧。我们要知道你将来是太极穿下去。你才是第一榜样，那你干嘛还不睡呢？人要快乐，就要平衡心理三大需要，物质需要不用说了，当然还要实现自我的理想，但是爱情也是很重要的。送花这么老土啊？其实这些是野花，是我刚刚采来的。我是想跟你说，我对你就像是在雾里面看花一样，猜不透，看不清，我觉得很迷人。你要是不喜欢，我扔掉就是了。喂，开个玩笑不行啊，老土不等于我不喜欢呢。天长地久够老土啦，不是人人都想要的吗？季风，对不起哦。我知道，郑富强太可恶了，我们气气他。嗯，我找不到你，原来你躲在这儿。我们什么时候分胜负啊？我早就跟你说过了。求学不是求分数，求爱不是求胜负，嗯，你就是心理不平衡。你讲完了没有？我追求爱情和争取奥运冠军一样，必求胜负。我再跟你说一次，我不会喜欢你的，你走吧。我已经收购了这家美容纤体公司，我有权来探探班看看你吧。不是吧？你放过我，我一点自由都没有啊。怎么你还这么说？自由和爱情是没关系的。师兄，让我先来，横刀夺爱，我扎！好凉快啊！空手无先手，你先出手。哎，那怎么办？太极也没先手啊！我包下这里拍广告了，请你离开。喂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这里不是香港。这里是汪家太极村的地界，不是我离开，而是你离开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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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哎，他们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总之搞不清楚了。齐龙，我们也是时候叙叙旧了。小姨，谢谢你的支持。不过输赢不重要，如果我输了，你不要难过。哎，年轻人，知不知道我是谁？你是谁？我怎么知道你是谁啊？那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呢？嘿，你用不着那么拽啊。不用，对老人家应该有点礼貌，懂不懂？好。祁龙，我今天一定要打败你，报我一箭之仇。我们空手道一定会打赢你太极的。我早就已经不论成败了，我的观点是天下武术殊途同归，况且空手道与国术本是一家，空手道就是唐手道，源自少林拳。废话，身体每一部分都是武器，一定胜过你太极拳。招式，我来讲。老爸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都吐血了还没事。我今天受了齐师傅的点化，我们真的应该去向他们父子俩道歉。奥运会所有的项目
不是计分就是计速度，一定要分出胜负的。哎呀，都是我教错了你。我知道你现在的压力，现在全香港的人都希望你在奥运会上拿金牌。装败？你真的没有看出齐师傅全程都占上风？哇，齐师傅真是太伟大了，宁愿受伤也要令牛英雄保住面子。其实练武除了可以强身健体之外，还是一种精神的训练，将一个人的胸襟扩得更宽，以武德去感化敌人，化解戾气，这是学武之人的最高境界，也是最难做到的。哎姐，齐师傅的伤重不重啊？牛师傅是黑带七段，齐师傅的伤肯定重。他还来干什么？怎么样，还想怎么样啊？啊，喂，要打我？哎，杨洋，谁怕谁呀？哎，杨洋，又想要干什么？我是来探望齐师傅的，我想看看他的伤势怎么样。师傅，对着他任何道歉的话我都说不出口。齐师傅。牛师傅，你的伤势怎么样？牛师傅，你的指拳神出鬼没，真是厉害，我输得无话可说。齐师傅，你太客气了，我牛英雄一辈子没有服过谁，就是佩服你齐师傅。哎，你当时占了上风还甘心受我一拳。齐师傅，对不起。哎，来，牛师傅坐。谢谢。是你啊？我帮你拿。好啊。阿姨呢？哦，她相亲去了。我为什么心里面会有一点点的不爽呢？哎，我说啊，陈老板真的很富有的，他的公司在国外很有名的。他已经决定扶贫我们汪家村，还给我们盖学校建医院呢。汪村长， 我不是在推销自己了，我真的有这个能耐的，但是呢我也不想随便找个太太，我要找一个呢秀外慧中的，就像您。哦不不，是我的钱赚得不容易呀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，我是个商人，我讲话就是有这个坏习惯，我觉得呢该花的地方呢我就会花钱的。来来，喝茶喝茶。猛了，我过来躲躲雨啊！不是，雨太大了，我进来上个洗手间啊！不是，这，哎，其实我这个人一看到水就想上厕所。什么太阳，什么厕所呢？哎呀，其实我是来给 Laura 买水果的。我送你回去吧，
路上也有卖水果的。好。好了，汪汪，不要打了啊。汪洋，我爱你，可不可以嫁给我？不然的话，我们可不可以做朋友啊？是来找我的吗？是啊，不是，不好意思。喂，婆娘，在哪里啊？你就是，你真的是气死人了！你明明是喜欢我的，你干嘛老逼着我呀？不行。你今天跟我说清楚，你跟我说清楚啊！喂，哎呀，你没事吧？哎，你再过来，别过来！洋洋，我真的配不上你，我又不能保护你，又不能给你幸福，我很爱你，可是我真的配不上你，对不起。好啦。再来，好啊，我等你啊。只要我们相信我们的个性并非本性难移，我们就有机会重新塑造自己，否则的话，我们就不会拥有充满奇迹的人生。你又骗我，太极里面哪有万佛朝宗这一招啊？我说过有万佛朝宗的招式吗？你傻呀。太师公累了吧，回家休息去吧。怎么我是太师公啊？你才是太师公呢。傻呀你。你叫他太师公。吉龙，你知不知道最高境界是喜怒不形于色呀？哈，难怪你什么事情都没表情了。哦，还有啊，记住啊，最高最高的境界就是忘我。该死，我是谁啊？啊，你记不记得我是谁？你是谁？告诉你，你不又回到最低境界了吗？哼！啊！太可怕了。你这是什么呀？这样都能感觉到啊！我就是听劲。听劲，要练成听劲，首先呢，你要练到忘我，你要忘记一切的恐惧、悲喜、胜负、得失，忘记所有的负面压力，那你自然就会达到天眼通的层次。这时候，你就会全身都有听觉。对手最轻微的气息你都会感觉到，这就是听劲。这么厉害，我也要学。学听劲是要有天分的，我怕你学不来。怕？有什么好怕的？害怕就没机会，不怕就有机会创造奇迹。我是不是躲过了很多？刚好相反啊。再来。好。哇，师傅啊，这个点滴到底有没有用的？还有这些药行不行啊？我尽力了，但太极的气功也不是万能的。婆婆的血管硬化病，要进专门的医院动手术才行。那别说这么多了，快送婆婆去医院吧，钱够不够啊？村里的父老乡亲一起捐助，但是要送他走上几个小时的路才能送到医院，怕婆婆受不了。小姨，婆婆没事了，放心吧。真的好惨啊。怎么，你们村里要扶贫，我可以帮你，我送你500万，用直升飞机送婆婆去医院都可以啊。
放心，只要你肯打，打输了我照样给500万。如果你打赢我呢，就是1000万。不过你没可能的，你先考虑清楚吧。哼。嗯，喂，用得着那么骄傲吗？是师兄。姐姐，那么多钱可以救我婆婆了。阿峰，这样和她斗没意思的，我们可以再想办法。爸，你说我应不应该去？这是你自己的事，与我无关。你记不记得我离开你妈妈的时候跟你说过些什么？记得。你说不管遇到什么压力，做回我自己。那你还问我？你自己去想吧。太极拳的道理，也就是做人的道理。做人总会遇到困难、压力。太极启示我们，遇到压力不要硬碰硬，可以借势迂回，将压力转化为前进的动力。学习太极的过程中，我领悟到真正的快乐跟纯粹的物质享乐是有很大的区别的。当你心理平衡时，身心放松平静，你才会对生活做出正确的选择。我感觉到我已经找到了真正的自我本质，我内心深处的理想和英雄逐渐地苏醒过来了。胖子，不要再离开我了。你要去哪里？我妈知不知道？我要去喜马拉雅山跟一位高僧去练失传的导引术。
我可怜的妈妈呀。我想苏珊娜开始能理解我的理想了。那你为什么不能亲自跟她道别，亲口跟她说呢？我不是怕她不接受，而是怕我自己去跟她道别会不忍心离开，那可是我的理想。我明白了。帮我交给你妈妈。好细心啊。哎，时辰刚好。谢谢。阿峰，你真的坚持要和郑副长打这一场吗？他那么恨你，你不怕被他打伤，甚至被他……其实我很害怕，但是我一想到这一战的意义是为了什么，我就不害怕了。记得太师公曾经说过，如果你能忘了恐惧，就能做到忘我；如果能够忘我，就可以做到平常人做不到的事情。可是郑富强练了18年的空手道，你才练了3个月的太极拳，这根本不可能的。我知道。停车！啊，真的是富强的车啊！我要进去找他。
喂，他上次推开你了，又不听你的电话，你们不是分手了吗？你呀，别再惹他了。我们的事啊，你不懂的。哼，话说回来，我真的不明白，他越是爱你，你就越不爱他。现在他不爱你了，你又反过来爱他了，一会儿爱一会儿不爱的，不清不楚，好玩吗？爱情呢，就是要不清不楚的才好玩，清清楚楚的哪有什么新鲜感呢？师兄，你打算几个回合搞定他？用不了一个回合。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放松，放松。呀！现在才坏，再来，好，等死吧。Yeah.
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啊？哎，对了，我准备了500万送给你们去扶贫了。干嘛不早点来呢？齐村长，我真的很仰慕你，崇拜你。就算我们做不成夫妻，也可以做朋友啊。拿着。认输吧，认输吧，你不可能打赢我的。认输的话，我真的会给你钱的。你错了，这一战我不只是为了钱，我要证实我老爸的理想，证实我的勇气。最重要的是，我相信太极拳可以战胜空手道。好。用力一点的吧，对对对，用力一点的吧。你要忘记一切的恐惧、悲喜、胜负、得失，忘记所有的负面压力，对手最轻微的气息，你都会感觉得到，这就是听劲。呀！为什么要帮我？闭嘴！我不想帮你，我是怕没人给我钱。你放手，我不用你帮，我就不放手。齐峰，齐峰，齐峰！啊，他们没事。帮我，帮我一把！Sorry 啊，我害得你那么没面子，但是你这种爱，真的让人好害怕，我受不了啊。我想通了，我以前的所作所为真的很恐怖。没错，齐峰说的对，求学不是求分数，求爱不是求胜负，要开心。胜负不是最重要的，对吗？你要是真的爱他，就让你的爱像阳光一样永远包围着他。而且呢，你还要给他自由。走了。你真的会等我吗？不等也要等啊，谁叫你有你的理想，我有我的使命。你出国深造电脑动画，帮助齐师傅完成理想，而我却要遵守家训，留在太极村。那你真的不能离开这儿吗？你别走，别走。妈妈，快来，快！
老爸临走前留了封信给你。苏三呢？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去了喜马拉雅山，继续你眼中不切实际的理想。希望你能谅解我，我会尽快回到你身边的。我打电话回来的时候，你不要不接。阿峰，喜马拉雅山在哪个方向？那边。支持你的，但是你一定要回来啊！不管你遇到任何压力，做回你自己。十次是吗？哦，这样，收工了。